八点多睡着了，别喊他。那一觉睡到九点多，不管了，把手机关机了，手机关机了，妈的！他说八点一觉醒来，妈的，哎，十一点半了，妈的，刚闭着干啥呀？完了多点的车呀，八点钟是不是？七点钟，七点钟，七点钟的车。没事儿，七点五是卡的，刚好七点钟喝。七点零五分叫的，八点五你怎么还在这儿？我你在六点五是叫的，对吧？六点五十都早了，赶不上，六点五十赶得上，腿一直赶得上。六点五十武汉的，行，我们保险一点。对，我们三个直接把八六台摔了的，快坐飞机了，飞上去。刘坤你好呀，三点四十六还早的嘛？我看看这帮他妈的晦气，他妈！我看这帮 B 主播还有没有？旭旭宝宝怎么？好、哦，旭宝宝，我操，旭宝宝、哦、这不是他播的斗地主的那个。五动四你还想啥？五动四钱呢？钱呢？谁让你不他妈的加一个串四过四关的？关！我操，这帮主播今天，妈！我听你的谣言，他妈你发给我的消息，他妈的！今天这帮主播这么拼呀、啊！我操他妈吹到这一点了还在吹啊！这都几点了还在吹？这他妈四点钟了，这帮主播下播的呀！今天周一都在死命的割呀！诺也睡着了，想割死人呢，太恐怖了，真的。乖乖也睡着了。你看那女主播的礼物，好像这抖胸的这个多少礼物？我他妈的好吓人！哎，你看这女的在干嘛？就是一直抖，你看这坐着抖。听到没？我还换视角了，我操！啊，就一直换视角了，换视角走了是吧？这种妈的骚批，我是斗鱼直接给他妈封永久，真的。有一说一啊。微商好多呀。好鸡巴变态，真的，这干的啥？我还记得他妈的以前看斗鱼，他妈的。你看嘛，有人在问飞机能加微信吗？我服了，真的。九哥，你是什么时候看的斗鱼、啊？2016-17吧，我比你看得早，你那个时候还不好玩，要2015年的那会儿是吧，老王？嗯。妈的，连奶子都给你看。啊，这种主播说实话，妈污染环境，真的，一天的播的这是啥？以前我就蹲在一个女主播房间，那个大哥过去。这种就跟看。夸夸刷了十个房间，我操、嗯！我觉得这种就跟他妈看片一样，这种女主播说实话，你看嘛，动不动娇喘一下，对吧？他这就跟看片一样。群一群。没有，我觉得看这种会恶心，你知道吧？特别恶心。给我看一下吧。我没有他照片，我觉得这种看着特恶心，真的就是一点不正常，你知道吧？不正经，说实话，真不正经。嗯，他睡着了吧？人家会去出赃物，人家有钱了的。等他过几天他又来了，无所谓的嘛。等他过去忙事情嘛，对吧？曼城击败人。对，导管直播真的就是这种感觉，知道吧？你看斗鱼上的女主播都一个比一个骚，你知道吧？说实话，确实没意思。我觉得斗鱼现在怎么变成了这种感觉了？你看这又是一个直播间，也是干这个的。对，就露个胸在那儿，胸还一个大号边视角，你看不到。你刷一个就是擦边嘛，对吧？都是这种的，二次元那些直接是给片儿，知道吧？就是你直接刷多少礼物，给你个照片儿，知道吧？然后照片来，给你视频，知道吧？那你知道还有大哥视角吗？有，我知道他是这么着的，他飞机你可以加他微信，加了之后给你一个几张照片儿。然后火箭给的是视频，然后超火给的是什么帝王级的享受，知道吧？卵鸡巴享受。空降就是卖片的，就是他自己卖的片，自己抠的，自己展示的艺术，然后给这帮人看，这帮人拿去倒管子，知道吧？好他妈无聊。王者荣耀区的主播也拉的嘛，我觉得斗鱼王者荣耀区特别拉，真的非常拉。没有那个好，没有某牙的好，真的。他妈的，你看嘛，菲菲都下播了，今天12点就下播了，因为这里面你知道有清乐好呀，那个孟非已经把风气给带坏了，他们不喜欢孟非。没有，我觉得斗鱼真的，斗鱼上的王者区不行，斗鱼上的王者就几，斗鱼就是妈语音厅可以，颜值区可以，户外区、游戏区这几个区可以。斗鱼现在只有几个王者，你刷了个飞机还给你土特产呢。妈的，我们家星河还跟麦麦吃过饭，好吧？麦麦去成都水友聚会，就一个，然后星河就去了，你知道吧？人家说的是粉丝来玩，然后星河一分钱没刷就坐到别人去，妈星河那傻逼坐人家麦麦的旁边，刚好麦麦说：“我看看你们有没有粉丝牌啊？”开玩笑的，你知道吧？刚好就星河你给我看看的这样，
新生说我有，新生说不想给你看，然后你还强行给看吗？牌子都没有，关注都没点，我操！谁呀？啊，就坐在旁边吃饭，多尴尬呀，我操！然后现场办一张卡。新河呀，啊，老他妈尴尬了。新河问我老婆去吃饭，这样就成都的嘛，当时买卖当去成都，那人家这谁有聚会，人家说了在哪个地方，知道吗？妈，新河哐哐就去了，然后你刚好就坐在别人旁边，你知道吧？结果人家说妈，看看有没有粉丝牌，你知道吧？然后新河说我有粉丝牌，新河说我还刷过飞机的，谁的粉丝牌机的？买卖的，买卖主播的嘛，请谁有吃饭的嘛？他说看看你们有没有粉丝牌，刷过飞机没刷过？新河说我有刷过，结果妈。资料一点开，王大皮的牌子嘛，20级，然后嘛，买卖的牌子一个都没有，嘛关注都没点，我操，然后去蹭饭，结果很尴尬的把这个饭吃了，知道吧？巨尴尬，当时我在看直播，我操，人家那买卖就说你有没有粉丝牌，照着他的，你知道吧？不信和他妈个憨批。那他妈的傻逼，你办个卡去不挺好的吗？是吧？一个牌子去卖一个三级牌子去，那个好意思吗？是吧？他妈我牌子都没有，跑去饭吃大餐，你知道吗？你看老王多少年了才来吃饭的。哎，星河这个兵，星河真的是人才。他第一次来我这儿吃饭的时候，他也没刷礼，我都不知道是谁，不知道他哪里找到我的电话地址的，直接到了我们崇州的体育馆，他给我打电话，老王呀，你在哪儿呢？我说你谁呀？他说我星河，我说星河谁？他说你是谁友啊？他说，我说不认识。他说你是谁友啊？他说到崇州了，他说到那个体育中心了。我说真的假的呀？这样。然后我就睡着了，睡着我等了5个小时才过去，我睡醒了，他在那儿等着我的，我操，他没打你，我操，那我他妈的，就开始请他吃饭，我带星河，星河站在我那儿起码吃了几百顿了嘛，对不对？礼物呢，偶尔给我送个飞机这样，还给他介绍个对象的嘛，对吧？然后现在他老婆也是拆迁户，还给他生了2个女儿，现在天天上班。不过星河对我也好，我那时候没钱。不是他们找我借钱，我没钱借嘛。啊！你找星河，我说你有多少钱？我说你现在卡里有多少？他老王，我现在卡里一共可能就6-7万。我说都转给我吧，这样直接就给我转过来了，一点都没墨迹。年轻人那段时间，你说谁给你投借钱？嗯，我说我手里面有。哦，我知道。妈，你说你不信？那个时候我刚把东西给把那些铺面给转出去。没有吧？啊，我家里给我的钱。你说你，如果你妈你说你不信，你不信我就不给你了。妈你说你信我就转给你了。妈的，你不信我直接转我家里了。妈的，妈个逼！800你好。妈你说你信一下，妈夸着20万就给你转过来了。哎，你别说真的，我告诉你啊，有钱人还是挺多的，真的。这社会上有钱人还多，你看那看女主播的呀，基本上他妈的90%，他直播间内都是老板，穷逼都不看女主播。有钱人在看，真的。我是属于那种理智消费者。而且我告诉你，看女主播这帮人舍得刷呀，你知道吧？不刷。他真他妈舍得刷，你知道吧？我只给几个刷过。天天妈1-2千、2-3千的刷，3-5万的刷，天天刷，你知道吧？对啊。所以说，你看某音上的 PK 嘛，5分钟1局，5分钟1局，哐哐就刷，天天刷，天天刷。你看我好他妈有钱，我觉得这帮人。我感觉我太理智了。哎，跟理智没关系，这东西咋说呢？没啥意思的嘛，问题是。有的人会考虑我刷能得到什么，有的人会觉得妈的，老子觉得你漂亮，我就支持你。妈跟老王刷，还约来吃饭，妈的，我马上要吃回本了。妈的，要吃回本了，我操！把你咋他妈吃回本了？把你妈一张板卡吃多久了？小飞棍，你回头来玩呗。你还把从崇州开车把八六送回贵州，然后他妈又自己回来。哦，对，那我就知道。八六挺好的嘛，我觉得。哎，八六给我说过，我说我要来，八六说来这个房间是你的，他跟我说挺好的，真的。八六他虽然说他不刷礼物，但是他也刷过呀，你也刷过好多飞机啊。他最早来的是吃饭，是一张办卡来的嘛？他不信，他觉得我说办卡就能吃饭，他不信。过来还是从成都过来？然后他从成都过来，带着他老婆一块来的，知道吧？然后在我这吃了饭，吃了饭。后来给我刷飞机啊，有时候给我发个红包哎什么的，这样。我知道这狗样子，他妈的，你经常说他妈的这是逼，发个半个过来，他妈的还嘎嘎吃。但有一说，有的时候就跟年轻人叫狗懒子。睡着叫狗懒子，睡前是干爹吧？说好话了不行，我说开话把行是吧？他妈的人精是吧？发的也挺好的呀，说实话，他人挺好的，真的。等会儿睡啊 ，CF， 我们4点钟下吧，好吧，还有几分钟，4点钟下吧，4点钟准时下播，好吧，你们困了可以早点睡。金箍箍的牌子啊，又是个金箍箍牌子。哎，不管了，这个是好人不是坏人，他妈的刚那是傻逼，那是一个脑瘫，我操，
劈篮子，妈连着骂。你下播了没事儿，先把大飞给你上。哎，你不吃酸菜鱼啊，九哥？他说我没吃过。你不是吃过酸菜鱼没有？真的？我野的，啥都没吃过。我野的，啥都没吃过。不是，你昨天晚上吃过回锅肉没？九哥说，那我是野的，啥都没吃过。酸菜鱼好吃的，我不知道爱不爱吃鱼，主要是爱吃鱼的话，搞到酸菜鱼，酸菜鱼辣的特别好吃，是吧？酸菜鱼真的蛮好吃，再整碗米饭是吧？爽的屁爆，真的老下饭。然后那汤拿来煮碗面，我操，拌面真的妈绝，我告诉你，绝的屁爆，真的。你八六想着想着打王者荣耀去了，这逼打传奇，打砍传奇，你在砍传奇啊？啊，八六啊。八六不敢睡，他害怕睡过头了，等会儿叫他。他妈的，6:55叫他。行，我怎么还在这儿？今天抠了两瓶啤酒，中奖。思义呀，你还没睡呀、啊？明儿做酸菜鱼嘛、啊？好，明儿做酸菜鱼。你吃不吃嘛？吃的话，明天你来，我路费我给你报了。你吃酸菜鱼吗？思义。路费我给你报了。他给你报销路费，你来不来？我报销路费。你不用，他给你报销路费。啊，思义，吃酸菜鱼吗？你，我说我酸菜鱼巨好吃，真的。我们用大头鱼做啊，那金马奖的刷什么屏呀、啊？滚蛋，烦人！欢迎那个小月，你好。思义又不说话了，他这是刷屏的这个逼。思义哦，思义嘛，他又不说话了，要说话呀，咋不说话呢？我以为你机器人呢、啊，金马奖，我套你猴子，他妈的，结果是个活人，我操！哎呀妈，机器人呢，那憨批。潘大主播你好，思义你哦，思义今明儿你有课吗？明儿周一的嘛。有课，你没课吗？明天早点来嘛。你发现思义一个问题没有？有的话题他不回答，有的话题他要回答。对，是不是？对，你不去嘛？我知道你明天，我说你不上课嘛，明天休息嘛。你喷不足可能被禁言8天，不喷主播和永久禁言有啥区别？你傻逼吗？妈发弹幕人家肯定会回你的，你不发你要知道你喜欢他呀，对不对？妈感觉像那个午夜他妈的一定要说憨批，你要说话人家才回你，你不说话谁回你啊？是不是？来嘛思义，妈路费给你报了，想吃什么你点啊，晚上的嘛，那晚上吃饭的跟白天有什么关系呢？哎呀，就是要回去。那我报销的嘛，我说了我报销的嘛。要、啊、有课嘛，改天过来吃饭啊，思义。17号之前是吧？15号之前、啊。15号之前、啊。对。定了呀。15号之前、啊。15号之前，17号之前。对，15号之前，我17号走的嘛。哦，15号之前，15号之前来了有惊喜，思义。对。真的。Surprise！ 如果你以后来就没有惊喜了，真的。看情况。不骗你，真的，绝对是有惊喜。看情况，这也得看情况。他说了，思义要来，我就能够收火箭的吗？对啊，思义 来了肯定嘎嘎刷火箭。思义来了，我能收火箭。对啊，哎，我把那盖子掉哪儿去了？我操，掉哪儿去了？刚刚在这儿呢吗？什么惊喜、啊？你来嘛？你来了就知道了。哎，不说，绝对是惊喜，思义。这不能说，我骗你是狗好吧？如果没有惊喜，我吃粑粑，真的。大放量的惊喜，真的。哦，他妈掉这儿来了，我操！绝对惊喜，思义。如果不是惊喜，我吃粑粑，真的，好吧？哎呀，你看，你抽个空吧，15号之前，如果来了不是惊喜，我直播吃屎，真的，绝对是惊喜。透露不了一点。这透露不了一点，没办法透露。对。不说不去嘛，我告诉你，绝对是惊喜就行了，就像是火星撞地球的概率，像是中彩票一样的概率，真的。我就只能给你透露这么多，你自己想去好吧？是吧？啊，九少。对。没啥毛病。表弟谈了个女朋友干2小时嘛，什么都没干2小时啊，那女孩说跟你表弟不合适嘛，把他疯了，这傻逼妈的喷我表弟，我去你奶奶个臊子的，一天天的。表弟是好人，表弟妈的，表弟我可以喷，不能喷表弟，我也可以喷表弟。重新注册个号玩吧，哪天感谢贵真人他妈的再跟你说话，不正常，一天的乱说话。360他妈的逼懒子。表弟，我们可以喷，你们不能喷。你们乱喷嘛？那这个属于乱喷，很傻逼。我觉得这种喷法是骂老王都无所谓。你骂我都无所谓，你不要乱喷嘛。来嘛，思义，没事儿。你考虑吧，思义，反正15号之前来，15号之前嘛，15号之前。给你个大大的惊喜，不是惊喜，我都去吃粑粑。真的，还谢谢不去。你是不是大概能猜到是啥惊喜啊，思义？你是不是能猜到？你能猜到吗？你跟我说一下，你大概能猜到吗？你是不是能猜到是大概啥东西啊？能猜到吗？
刚听到巴黎营叫了一声，对，一声。平平淡淡好呀，生意来了多棒啊，是吧？多棒呀！哎，不知道生意咋想的，看你吧，好吧。但这个事情又不能在直播间讲，不能在直播间说，这事情不能讲。新宝来了呀，谢新宝的荧光棒，我也不能在直播间讲那个事情，知道吧？能讲的话倒无所谓，是不是？不能讲那个事情，知道吧？闭嘴啊！新宝一天花里胡哨的来叫我闭嘴，闭嘴！抽奖中了没中了啊？发财了没，新宝？张志远你好，新宝威我五十，我打老王一巴掌。威五十，看看实力是吧？威五十，我打老王一巴掌，我们都能平分。然后就买奖票是吧？平分。下来呀，兄弟们啊，早点睡吧，今天四点钟了，早点睡吧。那个，谢谢你们的支持，也谢谢你们的陪伴，好吗？飞罐你早点睡呗啊，丘比特早点睡 ，NO 早点睡。早点等我。啊，那个什么 CF 呀，泰州拳师呀，好吧，海沟呀。早点休息，新宝早点休息，三五七早点休息啊！下了，兄弟们，晚安，明天再见吧，好吧，大家都玩的开心，玩的快乐，早点休息。十一下了呀，拜拜，嗯，早点休息，大家都晚安，拜拜。我到时候八六睡到明天下午了。早点休息，早点休息，拜拜。四点钟，哎呀，他妈还早的，睡到五点多。没到五点，把窗户关上，窗帘拉上，对吧？还黑的，手机直接给你调一下。他要坐起来了，你看吧，他太胖了。